英国首相强生宣布辞职，接替人选还要一段时间才会出炉。然而英国经济可等不了，根据路透社整理，通膨和衰退风险再加上延宕已久的脱欧工作，都为英国的前景增添不少变数。在通膨来到 9.1% 的40年高点后，英国央行还表示接下来通膨还可能突破 11%。 预算监管机构声明，如果未来政府不紧缩财政政策，英国的债务就可能在50年内膨胀超过三倍。We've got to bear down on inflation. That means being fiscally responsible across departmental spending. You know that, John. You know, the debt we're servicing this year will be at $83 billion. Last year it was at $20 billion. So, you know, a 4x increase in debt servicing.无论强生的继任者是谁，都必须在赋税和支出上做出重大决策。而强生留下的还有脱欧协议问题，尤其是英国和欧盟在北爱尔兰协议上的意见分歧，更是相关事务的关注焦点。Unnecessary barriers to trade from Great Britain to Northern Ireland. All we are saying is that you can get rid of those whilst not in any way endangering the EU single market.目前有不少评论分析，怀疑保守党接下来能否团结一致，维系政府的稳定运作。也有评论认为，强生的下台是为英国现代政治最混乱的时期画下句点。然而，在新任首相带领下的英国经济走向为何，未来与欧盟的关系又会改善或是继续僵持，都还是未知数。继任者能不能让英国人民重拾信心，让英国政坛重回平静，仍然有待观察。环宇新闻刘倩文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跟最新趋势。